孙文昨儿从日本启程去香港了，那就别让他离开了。孙文要来了。孙先生这次来，就是把全国几十股分散的力量，请大家相信，我李玉堂一定会领着你们，保护好孙先生。暗杀组所系死维克。 未来を変える1時間。孫文の義士団。